好，咱们上期节啊讲了这个 Word 文件的生命过程，它一个生命啊最开始是诞生，对吧，新建，然后呢是保存，保存了之后要传播，对吧，传播的时候有它这个访问权限的控制啊，有基于密码的，还基于这个邮件的，个人的，对吧，还有一些文件的属性。这次咱们讲什么呢，开始讲 Word 本身。首先啊咱们先看这么一个页面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，这是一张报纸。那么当我拿到这一张报纸的时候，我会先看哪里啊，你会先看哪里？这张报纸拿到我这块了，我会先看哪儿啊？那自然而然先看这个部分。为什么先看这部分呢？因为它与众不同，对吧，不论从字体再到字号再到这个感觉，它就是一个什么标题，自然而然的，因为它与众不同，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吸引了你的目光，对吧。看完这个会看哪儿啊？是不是看这个头版头条的标题？为什么看头版头条标题呢？还是因为它是与众不同的。如果全都一样的话，你知道从哪儿看吗？哎，你是不知道的。看完头版头条，如果你感兴趣，是不是就从头版头条的正文往下看了？如果不感兴趣，是不是就从第二个看第二个标题，然后从第二个标题往下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而是这个编辑这个报纸或者编辑这个版面的人员，他有意识的引导了你的视线，最大的、最醒目的、最与众不同的，吸引了你的目光。啊，当然你知道，我就知道这报纸是参考消息，那么也无所谓吸引不吸引，把这个直接略过了，这是后话，对吧。第二步呢是与众不同的大字，再次引导你的视线。第三步呢是正文这一部分再次引导你的视线，一步一步的。那么之所以产生这种一步一步的呢，就是因为它大小的不同，字体的不同，最重要是字号的不同。那么这种字体字号的这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就是因为选择，因为有了选择，所以才有了大字，有了小字，而大字和小字之间呢，它有一个比例。大字如果说和小字之间变化很大，大的特别大，小的特别小，那么会给人什么感觉呢？这个整篇文档很活泼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文字的跳跃率，跳跃率，文字跳跃率比较高，比较高，就感觉很活泼，但是呢，感觉有点乱，不是那么高雅，不是那么高格调。另外一种呢是文字，刚才说的是高，是吧？另外一种是什么？那么显然就是低呀。那么这个低是什么意思呀？刚才是文字和标题之间的这个对比。变化非常大，那么低呢？变化非常小，变化非常小给人什么感觉啊？哎，如果说全都一模一样了，那我是不是找不着标题了？但是这有一好处，就是说给人感觉很平静、很平和，但是让人家感到抓不住重点。虽然格调很高，但是太清雅了，感觉找不到重点。好，那么要造成这种字体的变化，首先要选择，那么选择也是一个基础。那么怎么选择呢？哎，有这么几种选择。第一种是鼠标选择，第二是键盘选择，第三是鼠标键盘配合，第四可以应用显示比例。那么咱们一个一个看看鼠标选择。首先打开 Word 啊，打开 Word 之后呢，你会看到鼠标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效果。当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是什么效果？看我现在鼠标是不是一个光标啊？我点到哪儿就是编辑状态，对吧？而我到上面呢，是我 Windows 这种默认的鼠标。而我到左边的话，它鼠标是什么状态？什么状态？是这种状态，对吧？这叫什么状态？这叫行选择状态。每次我在这儿选择的时候，就可以选中一行。当然，我可以拉动，对吧？我拉动，我选中这些之后，你看这儿出现一浮动面板，那么我这样是不是就加大它的字号啊？加大字号。那么当然了，我还可以怎么样呢？刚才是使用鼠标，对吧？还可以使用键盘。比如说我在这儿摁住 Shift 键跟摁上下左右，那么它是不是就选择上了？
那么 ，shit 加 home 呢？就是你可以看啊，这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段落，对吧 ？shit 加 home 就是从这个当前到这行的最开始，这个当前呢到这个列的这个行的最末尾啊 ，shift 加 end 啊，这个鼠标选择呀，还有键盘选择，实际都是为了方便的。当然你可以这样直接拖动，是吧？这样也很方便。那么除此之外还可以怎么选择呢？就是多选，比如说我除了选择这个之外，我还要选择这个键盘选择这几个字，我在这一点它没了，那么不行啊，那么我需要配合摁住什么键呢？摁住 Ctrl 键，摁住 Ctrl 键，那么这是不是就同都选，就是选择了一个部分之外又选择一个部分，对吧？ Ctrl A 呢全选啊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选择这个纵向区，比如说你看这块有这么一个词，有一个词，那么这个词啊，我要把前面的时间截掉，就要后面的歌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LRC 文件，对吧？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我配合 Alt 键来选择。哎，你可以注意到摁住 Alt 键的时候啊，它这个有一些变化。你看这儿有123HNP，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快捷键，是吧？这是跟以前的菜单快捷键差不多。那么这个时候我摁住 Alt 键，哎，你可以注意到怎么样了？我现在选择的区域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摁住 Alt 键之后这个区域范围啊？如果把它 Ctrl X 之后，你发现什么没了？就是我选中的区域没了，对吧？如果这个时候我再粘贴呢？这时候我就把这歌词是不是就摘下来了？哎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是一般来说，咱们再回忆一下啊，就是用鼠标这么拉动选择就可以。拉动选择之后呢，然后摁住 Ctrl 可以多选几块。Alt 是选择竖排，有的时候会用到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这个在英文中的一些方式，比如说咱们看啊，有一些细节挺有意思的，通过现象咱们观察本质。比如说什么呢？比如说这块选取多个不连续区域啊，那么如果在这块双击，它是怎么样选取了一个词，如果多，这是多，那么为什么多个它不能连在一起呢？我在这双击，它好像是按照词来分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三击的话，选中整个段落，对吧？实际这个在英文中更明显一些，比如说这儿有一篇英文文档，对吧？这篇英文文档呢，咱们可以看到，当我单击的时候就是设定光标，当我双击的时候选中这个单词，这也就是 word， 对吧？三击的时候选中这个当前的段落，这就是单击、双击和三击的区别啊。这是通过这个啊，当然咱还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哎，咱们可以看到这块有这么一个例子，这块呢有一篇文档，它总共有多少页呢？总共有108页。那么我这时候想啊，如果说我要全选怎么办 ？Ctrl A， 哎，等会儿 ，Ctrl A 是不是就全都选了？那么除了这个全选之外，我还有一种想法，我想什么呢？我想从第70页选到第80页，那么怎么办啊？那么 Ctrl 加 G， 这是定位，第几页啊？70页，对吧？啊，定位。这时候一定位之后，我会发现这块这个位置就是70页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我怎么办？我按住 Shift 往下翻，按住 Shift 按下往下翻，哎，叫71页，对吧？72页、73页，这太麻烦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即使我按 page down 或者 Ctrl 加 page down 也是很麻烦的。那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因为你离得太近了，看得太细了。那么怎么才能改变这个状态呢？就把显示比例缩小。那么显示比例缩小到10了，是吧？能不能再小点啊？缩小到5行吗？啊，不行，对吧？最低就是10，那么10就10吧，这是10了。那么我找到第70页，第70页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可以看到这块写的，对吧？69页，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71页，这是70页，对吧？70页，我从70页的头开始选起，70页、71页、72页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。那么选到这个的结尾，这样是不是就符合了？哎，你
这是81页了是吧，那么就是到这儿对吧，到这儿1234567890这个选好啊，这个从这个头开始，1234567890，好，到这儿了，到这儿了，选中了之后是不是就这些就选中了，你可以对它进行编辑对不对，可以进行设定，可以进行这个修改，那么这就是选中多，你不要离得太近，你要选择合适的显示比例。这次呢就是这样，下次的讲什么呢，就是选择了不是纯粹为选择，选择之后是为了修改，是为了创建不同，是为了引起变化对吧，那么这是 Word 里面比较重要的。那么怎么才能创建不同呢，最简单的就是字体的不同，就是文字啊，下次咱们讲文字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